去交给我弟弟孙万才。我知道了，知道知道。啊，我宁愿对着古董，也不想对着女人。哎，嘿，你是不是姓孙？不能看，非礼勿视。不行啊，我要看。真的要看吗？我要看。是不是？我要看。那看够。上比你矮一个头，现在人家站起来比你高一个头。我是帮你，我人发怒当然是有原因的。以后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，因为我已经把他甩了。了，明天呢是我的生日，我要在家里开个派对，你哥哥孙教授也要来。黑着个脸，弟弟，你有所不知，这个老处女整天在学校里盯着我。正点才是最重要的精神礼物。是啊，比如会得癌症的。哎呀，真的一个一个都跑到哪儿了？哎，蛐蛐打架，你不合适看着打架。是啊，很残忍的。哎，你错了。不用客气，举手之劳嘛。小姐，你对不起啊，已经打了单了。要不我借？不过后来我仔细一想，如果勉强我大哥和不喜欢的人结婚，